超级访问的观众朋友们以及静姐还有戴军哥，你们好，我是马天宇。因为以前我那个时候属于半工半读的状态，然后刚好然后认识了一些中戏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几个人带去说去看那个超级访问，看他们录制节目，所以我就去做了观众。对，虽然没有盒饭，我还是去了。如果想要戏约不断的话，就要从超级访问的观众做起。年轻就是资本，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什么都没有，我觉得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努力，也不用怕失败，因为你什么都没有，即使失败了你还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努力，加油。